我们高度赞赏拉夫罗夫外长有关涉台表态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。我们相信，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反对分裂，实现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，必将继续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。我们愿继续同俄方共同恪守四个相互坚定支持共识。中方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主权和政权安全，反对外部干涉付出的努力。